没刮到，刮到就不是二十点怒气了。宗师，就在这里。A 这个呀，对呀，我还以为你不会 A 呢。装高手，这家伙一直亮他那个该死的王者牌啊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暗示主播啊？别急，等打野来我们再养。浪费我的点燃了，哎，算了，交了就交了吧。打不过找主播给你补啊。任何段位，什么宗师、王者、永恩都是一坨，你选鳄鱼包赢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人呢？在这儿啊。交闪
那塔杜城都在了，怕什么？但这些队友顶不住，这是在干什么？14分钟再推啊，这不刚刚好？别急嘛，你把他压到7级，辅助都7级了，是不是？自然对面就少了一个人，要压就压死他嘛，你推那么早不白给他发育2分钟，白给发育2分钟，我往少的时候至少是9级，7级好还是9级好，那肯定让他7级好，那如果让他永远7级就好，只压了4级很难打呀，对吧，压力有点大哦。我现在打3个没问题，打4个打不住，但是对面就有4个人来了，都来上对走，3个闭眼打，不敢惹我吧，帮他触发红 buff 的那个收集者，那像大招是不是？想打这波倒是能反打，因为我在大连大连，秒了一个，一个来吧，大连大连，牛吗？咬毒，咬毒谁呢？咬毒谁？还有一口，那谁呢？我杀掉一只。过来了，小兵，一个假的 ，OK。妖姬玩的厉害，
这个是真的。妖姬厉害啊！啊，这么能跳，快走！妖姬是不是？哈哈，逮住你喽！能一波吗，兄弟们？我马上就到。混了这把，还真是啊 ，ADC 怎么17个头了？我操，这哪发财呢？这是。